首先我们现在到达这个近哈拉德沙漠附近的话，有非常多的什么什么石头啊，染色粘土吗？红砂石。哇，这里好多骆驼啊，不过这种是野骆驼，它没有鞍，得后面得找到有鞍的骆驼才行。如果传送方面的话，鞍不能用的话就比较蛋疼了，野骆驼的话就不知道。不过这个热骆驼明天写当多啊， baby 骆驼。好的，现在就在这个奇怪的有非常多的红砂石的地方先探索一下。天，哎，蝎子吗？What the fuck？ 沙漠蝎子，看见！我去，我这把剑好强！耶、yeah? ！What？ 什么东西？不寻常的礼袋 ，uncommon。Press shift to get more information。什么鬼啊？普通礼袋。Oh, what could be inside? 通过 shift 键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啥玩意儿？打开。哇！宽泳通宝，跳跃护身符，做兔子跳，合成物品食用可回复实心。咦？咦，这是什么东西啊？哦，我知道，那是这个位置吗？咦，这是啥？这是干什么用的？做兔子跳右键。哎，好奇怪，这个通宝有什么用啊？我看一下，合成有没有？看一下不寻常礼袋，刚才这个普通礼袋都这么牛逼，那看一下不寻常礼袋，开 ！What the fuck？ 什么鬼啊？好吧，好吧，说明蝎子礼袋比较多是吧？刚才有一个奇怪的声音，而且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刚才打开之后呢，多了一些奇怪的声音。我这里再看一下，果然沙漠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奇葩的有特色的东西。我们现在就顺着沙漠往过走，前方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似于丘陵的地方啊，不过沙漠上感觉没有人迹罕至哎，除过蝎子之外好像。我现在在路上，打开地图看一下，我现在所在位置的话，朝上北是 N 方向，朝 N 方向的话应该是传送点，但传送点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我们现在朝南走，哇，这个沙漠上一望无际，连人也没有。不过、哎、前方这有个洞穴。这里是什么东西啊？水井吗？什么都不是。我看看能不找到刚才出过沙漠蝎子转。发现一个奇怪的沙漠洞穴，我们要不要去探？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感觉里面会有宝藏的样子。耶，好吧，是我想多了。那左边难道左边会有宝藏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天然的洞穴？哇哦，哇哦，哇哦！哎，不好玩，不好玩，不好玩！这里仅仅只是一个奇怪的洞穴，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多了一些更加帅气、更加牛逼一点的，比如说有个什么沙漠洞穴里面的宝箱啊，这些东西完全是没有的，它仅仅就只是一个破烂的洞穴而已。好吧，那就不管它了，我们现在在出门，我依旧是想出去看一下沙漠上难道就没有一些类似于沙漠堡垒或者一些沙漠遗迹的东西吗？但是我感觉好像迷路啊，从这里上来。好，我们重新上来。对的，没错，管这里是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刚还想吐槽这个游戏当中它沙漠做得好呢，结果一看的话，这个沙漠和主世界的沙漠没什么区别啊，就多了一些红色的，不知道是类似于像看起来像蒙古包还是一些什么奇怪东西的地方，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好，吃点东西我们继续。这边的话今天我估计把外围的沙漠能探索完之后呢，后面的话应该去死去死
哎呦，怎么又中毒了？这个为什么没有掉什么礼包？这个护身符跳跳护身符有什么用啊？能不能给主角装备上？这样的话我们跳的比较高吗？管家跳的也不高啊。难道需要装备上是吧？哎，等会儿，这个毛取不出来吗？哎，这个毛丢出去就拿不回来了吗？不是吧？哎呦，那早知道命银毛至少还要费一个命银锭的。哎呦，好亏啊！这样又少了个命银锭。这两个心还不错，这两个心的话，一次可以回复实体血，就是回复半格血，就是在我们紧急时快死的时候可以吃下心，相当于一个瞬间回复药剂，而且比瞬间回复药剂回的血还要多。沙漠上除过大骆驼和小骆驼之外呢，就是鞋子了。至于其他的，好像也没有看到有一些什么其他更加值得我们去追的东西啊。有点像之前玩那个冰原啊，一望无际的沙漠，一望无际的东西。啊！好烦，他这个东西好烦啊！这个蝎子咬好疼，主要是他掉血掉的好烦。行，那沙漠上的话，我看一下，没有发现任何的遗迹等等。这个图，魔界的图好就好，好和差就差在它好和差，就是说它这个游戏当中非常坑爹的是。地图太大了。好的，这个区域我探就算是探索完了吧，毕竟成就方面的话，进哈拉德沙漠探索完毕，下一步的话就朝南边这里是进哈拉德沃土，应该相对来说是沙漠绿洲了。绿洲探完之后呢，我打算左边这里看一下乌姆巴尔，所以这里的话去绿洲吧，绿洲一边河边比较多一些。好，走你，下一步绿洲，看一下最终还能结盟什么东西啊？结盟值100之后呢，应该是可以雇佣的。后面我雇佣几个角色，我们去攻打魔多。我去，怎么那么黑？还是个骆驼。进哈拉的人不属于同盟啊，他属于敌对的。瞬间回满，哇，这个星真的很好用。前方是金哈拉德的人的城堡，我把光影关掉吧，这样的话亮度可能会好一些。好，前面是金哈拉德人的城堡，我们现在就朝金哈拉德人城堡去看看，沿路去看一下，旁边这里有非常多紫色的花。真是一个敌对的城堡，过来看一下。我好多，为什么他们没有穿护甲的金哈拉的族人也会攻击我呢？你们护甲就是菜啊，我这边命剑可是很厉害的哟。没有护甲保护的话，你们就非常的菜了。哎，首先，金哈拉的匕首属于，去死，好打掉。我这边就突然就和他们敌对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和他们敌对了。我看一下我包里的话，现在有点满，我把东西存下，吓死我，把东西存下。橙汁儿，金哈拉的橙汁儿，什么乱七八糟的，银币、铜币、三叶草、红石、矮人床的话，床留一个稻草床就可以了，其他存起来啊。宽永通宝、猪肉、苹果，好的。然后下一步的话就。喂，宫骑士，我去，这个混蛋如果这样封着我的话，我会非常蛋疼的。我，算你狠，有本事你过来，就你会弓箭吗？我也会。
就你会弓箭吗？你的射程没有我远，我这可是精灵长弓，哎，我这可是精灵长弓啊！打死了，这匹马能不能让我骑一下？该坐骑属于 NPC， 你不能和他互动，为什么？我不能骑这匹马吗？哇，好帅气一匹红色的枣红马哎，好可惜。好吧，不开，开不开光源都是一样，晚上都比较黑。我决定先睡觉了，怎么这么多啊？怎么刷了这么多金哈拉的人？等一下，我要先睡觉。好，嗯，我们先休息一下，等到白天之后呢，应该就比较好点了。晚上的话这里啊，好，果然到达白天之后呢，这个区鸟语花香是吧，比晚上看起来爽多了。可惜这看到没，枣红色的马，这匹马如果我能骑就好了。诶，白色的袋子，哎，骑士还玩冲锋啊，谁在用头毛偷啊？精灵长弓显威力，可惜这个头毛不能拿。哎，又是两个袋子。哎，我觉得打这个地方挺……哎，我去，你不能让我稍微休息一下吗？一直属于半血，普通礼袋，就是它。来吧，三本书。哎，这个礼包还不错哎，再来。三根线，哎，就刚才那个还不错，有一个什么跳跃护身符啊。金哈拉德，我觉得我比较喜欢金哈拉德这一身的护甲，我看回头能不能刷一下他们这边的战士这些东西啊。我这个护甲，这个盾牌好帅气啊，里面是他们的城堡营地吧。好多人啊。先使用弓箭把他们全部干掉。嗯。没错。好，一只。两只，嘿嘿，长弓在手，好，三只。这样的话，他们的人数锐减，这边的话我就可以过来去把他们的战士砍掉了。为什么我会和他莫名其妙的？哇，里面多少人啊？哎，哇，里面还有 boss 啊！我去，哎，密银毛，哎我。我拿回来了，开玩笑，神射手在此，小小弓箭射手胆敢在此造次。哇，我好喜欢这身盔甲，回头看刷一下，哎，果然他们能刷出盔甲的，金哈拉的靴子是吧，回头有铁针的话到时候修一下，应该无非就是什么密银锭这些东西吧。好，你帮我挡着弓箭手是吧，一路砍过去，去死！每人背一个盾牌了不起啊！去死！弓箭手不过如此，全死！好，砍掉，漂亮！这波把敌人全部刷掉了。我靠，什么东西？谁放的头毛啊？好多橙子啊，好多大橙子，椰子酒杯子，进哈拉的弓射程150。伤害加成 0.4， 还是没有高等精灵，果然是精灵是吧，精灵还是更加厉害一些。枣椰酒就不拿了，好多橘子，好多橙子，拿一些橙子我看一下。这边还有几个盔甲架，可惜没有盔甲。柠檬，怎么他们会盛产这么多水果啊？橙汁可以，我看喝一下会怎么样，据说喝酒会醉是吧，喝橙汁呢好像也没有什么 buff 的提升之类的，杯子就不要了。其他倒没什么，金哈拉德的工作台已经有了，这个是盔甲架，哎，看到没 ，boss， 你会死得很快，哎，为什么 boss 不会攻击我啊？哎，弓箭手你过分了啊 ，boss 竟然不会死，看到没？我靠，我好强啊这个 boss， 背后插了三杆旗。我就亲着你们了，
漂亮打掉，掉了一些银币是吧？好，我们现在从这边攻过来，还有最后的弓箭手是吧？去死！一旦近身，作为一个弓箭手，你不知道不懂得拉开距离，好死了！为什么他们爆装备爆的好低啊？就爆了一个靴子吗？好，我们现在去看一下二楼，这里应该是进哈拉德的一个什么类似于碉堡的地方啊？哇，外围全是，哎，这里还有个银币，哎，刚为什么在空转，刚没拿到吗？这是他们的一个瞭望台，下面有个劫匪，还行。对面还有一个，我们再去把后面那个打掉。里面应该有非常多的箱子或者一些其他东西可以去拿一下，我看一下。嘿，哎，进哈拉的人现在，我和他们整个种族都已经敌对了。哎，先撤一步，我有血量。我靠！我去，我要死！好，先把小风将来走位。我去，一个，两个，我后面还有人，我要死！跳劈，暴击，去死！我去，还有人。为什么要加速跑啊？长枪在手，距离就是优势，拉开距离去死。还弓箭手，弓箭骑射手，嘿嘿，哥会走位，只要持续跟弓箭手拉开距离就没事。好了，这里现在去找个地方把血量回一回。我去，这个太丧心病狂了！果然长枪可以时刻的去，好，不行，我决定得把这弓箭手干掉。好，拉开距离，漂亮，躲在一个花草茂密的地方，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先回到去，好，拉开了，然后前方这里又是一堆的人啊！啊，怎么感觉进哈拉的这个地方不太对啊？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啊，怎么现在？哎，好的，人现在等待一下，前方依旧是一个高塔，我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民族的装备给爆出来。我感觉他那个红色的护甲好喜欢，有没有一些红色的盔甲或者一些其他东西可以让我去拿一下呢？好，回一下，哎。反了天了你！首先看一下我剑士还有十根，也就是说我没有多少剑了。这波要通远程来打他们的话，可能会有一点难。这里前后敌人比较多。首先，我去，又是头毛，不过你没毛了，蠢了吧，傻了吧？哥也有头毛，长毛有长毛是打近战的，不是你这样玩的哟。长毛可以看到，长毛的攻击距离是150，也就是说比普通武器要，叫射程要远，大概50左右。所以呢，非常适合卡位打法。哇，他这个毛斧好帅，又好喜欢这身盔甲呀！我等等，哎，啊，好翻弓箭手啊！两箭，三箭，四箭，漂亮！好的，弓箭手干掉，然后下面的来吧，哥会跳劈，一个，两个 ，nice， 还有谁？是吧？匕首只有攻击范围只有50%，也就是说匕首的话，攻击如果把长矛攻击距离算到3的话，匕首就只有1，所以的话。他需要我只需要和他拉开两格距离就可以了。我靠，卡位！咦，从哪射过来了？还竟然会使用这个洞穴射击法是吧？等一下，我先把他们 boss 灭了再说。
哎，距离就是有，哎，我去，不要被近身，不要被近身。死，好，先把弓箭手灭掉，然后这里通过长矛拉开距离，距离就是优势。哎，掉袋子了，漂亮。刚多拥护者，过去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刚多的那个声望有多少了。哦，刚多已经刷到100了。哦，这个民族呢和刚多是敌对的，那就说我这里选择是没有错的。刚多本身的那个声望值只有50啊，这边的话我已经刷到100了，同时掉了两个小袋子，嘿嘿。大袋子。好手好，我去。弓箭是吧，木西林。好，进哈拉的弓箭手，果然刚多的话杀死一个弓箭手可以加2点。我看他这个钱袋里骨头。哇，他们这个电掉这个钱袋里面还有好多好多武器装备啊。谁能拿我去死，近身剑长剑头。他们本身的话他这个身上的那个装甲防御力很高。哎，汉堡是吧，我喜欢，嘿嘿。等会儿 ，boss 是吧？长矛长枪就是优势是吧 ？boss 了不起啊，去死！我这个刷好高，好，我的头盔都快爆了。好的，天，现在我先看一下，先把东西存一下。红皮书，然后书橘子啊，线啊，什么红沙宝石这些都存起来吧。现在箭术有点少，金哈拉现在就只有金哈拉的靴子。我回头看一下这个东西该怎么合，但是我感觉合不出来了。好的，这边他拿一下。首先这里有个大什么玩意儿是？首先有个汉堡是吧？我直接吃了。哦，那个是橘子，那个黄色的是橘子。椰枣可以吃掉吧？可以回饱和度的，然后再拿一下。这个面包好多啊，只椰枣酒马铃薯椰枣酒拿一些。从这边上去看一下，这里是第二个弓箭台。金哈德护腿，哎，果然又有一个腿了。为什么没有他那个铁镜拿一下？为什么没有他的那个？哎呦，可惜了，酸橙还有甜橙和酸橙，可惜没有那个什么。如果 有他们那个就是衣服盔甲就好了。我蛮喜欢那个盔甲的。哇，下雨了！哇，瞬间下雨之后，整个地方怎么变得好黑暗？这是天气吗？我看一下 weather clear。更换到无天气，我这个天气感觉更换的好快啊！好吧，那现在总算是把进哈拉的这个地区呢，应该就算是攻克下来了，是吧？同时我看一下地图，现在的话，现在沙漠也看过了，这边应该乌姆巴尔，应该我们去看一下。看完之后呢，应该后面的话还有干旱草原总远哈拉德这边的话，我应该是和哈拉德民族都是已经形成敌对了。后面的话，我会把这几个区域都去探索一下，这样的话。鲁恩地区的话暂时没有目标点，说明这个模组应该还是后期应该还可以更新，最终区域肯定是把所有地区都更新掉之后呢，最终我们是进军魔多。所以的话下一次的话我打算再去远哈拉德，包括外围的一些什么哈拉德山脉啊，什么洛佩佩隔地区，以及旁边这个地方鲁恩地区看一下，红沙漠地方会看一下。之后的话就只有可以看到，现在基本上黄点都是探索过的，基本上都探索完了。之后的话就进军格郭洛斯这个区，应该是魔多的外围，然后进军魔多啊。魔多的话应该有非常多的敌人。这边的话我之前也是通过创造，我也是看过那个这个魔族当中的怪物啊。我去，魔族那个怪物好恐怖啊，那个红色的龙，还有什么深渊使者什么的，感觉好霸气啊。所以的话，但是那个伤害很高，我觉得我这身装备应该不够的。随后的话我看一下要不要研究一下降魂，通过降魂来做一些我们就是自己稍微能用点的那个装备啊。毕竟的话我感觉现在这身刚多加什么矮人加什么精灵这身装甲的话，包括现在本身的这把密银剑的话，伤害都太不够看了。空中还有个空岛，回头看一下那个空岛什么的，后面再说吧。那行，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嗯，行，那今天呢，由小峰带给大家这款非常不错的魔界中州大陆生存实况呢，就先在这里结束了。那我们下期再见啊，大家拜拜。嗯。